兵如掩诈，这是战争。没想到现在连小动物也开始打仗了。这一款 Tree Wars 呢，就是一款松鼠以及海狸的塔防战争游戏。玩家们呢，将要扮演松鼠来操纵勇士抵抗海狸，不仅呢要将敌人给它打爆，而且呢还要将海狸的橡树果子把它抢过来。赶快跟我一起来看看游戏介绍吧。手机平台上最杀时间的选择，莫过于塔防类型游戏啦。这款 Tree Wars 树木战争就是一款典型的横向塔防。故事叙述一群邪恶的海狸来到和平的松鼠国度，企图强行霸占松鼠的生命树。这时候玩家就要扮演松鼠防卫军，挺身抵御海狸的袭击。游戏的绘图风格采用卡通式的彩绘手法，玩法上也非常简单不复杂，只要不断派出松鼠战士迎战，并适时的使用弓箭、火球等特殊技能控制场面，轻轻松松就能攻破海狸总部咯。而过关后得到的橡果更是可以拿来解锁新的军事单位与技能，不繁杂的系统让玩家们能轻易上手。本作难度适中，是适合大部分手机玩家游玩的好作品，赶快扫描 QR Code 直接下载来玩玩看吧。